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南京市越剧团的祖小昭。祖小昭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他的表演淳朴大方，含蓄流畅，扮相俊美，气质高雅，神采照人。他在表演风格上追求感情真挚，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，也继承了其母亲善演生旦两行的特点，深受广大越剧戏迷的喜爱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京，我是原派花旦陶琪。陶琪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他的唱腔委婉，深情悦耳，表演细腻传神朴实，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出色地塑造了众多个性飞扬的女性形象。他曾演过的剧目有《莫愁女》《汉宫怨》《侯门之女》等。今天我和陶琪为大家教唱的曲目是《莫愁女》的选段。莫愁女，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对，在南京啊，有个美丽的湖叫莫愁湖，在发生在这个莫愁湖里边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有一个丫鬟，然后她当时没有名字，后来呢，在院子里呢碰到了徐成公子，徐成公子看她，她觉得这个脸好熟，似曾相识，就给她取了个名字叫莫愁。后来呢，两个人呢就是接下了深厚的友谊，有了爱慕之情。下面呢，请大家先欣赏我和陶琪的录像。莫愁，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讲啊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在整个戏里边是最开心的，两个人谈情说爱就定情的这一场戏。所以一上来以后，老师给支走了，这时候就剩两个人了。三个月的伴读，在一起伴读以后啊，没有讲过话。所以老师走了以后，他心里非常高兴。所以曲成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莫愁。”
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讲啊。莫非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讲啊。这个地方就富有感情的，就经历了三个月的话，我才这一句里面讲出来。接下来就是这句唱。莫愁啊，我心莫负用飞一载。莫愁啊，我心莫负用飞一载。一见倾心在山年。心莫负用飞声，脆一点啊！一见倾心在三年前，这个时候三年前要把它唱得比较亮一点。一见倾心在吸气，三年前，三年前。莫愁呢听了那个徐晨说一见倾心在三年前，勾起了他的回忆。这个整个的莫愁女的这个莫愁的唱腔呢，她当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，所以她的声音更要提上来，要甜一些，往上来提一些，不要沉下来。三年前，三年前，对，这个时候她讲过以后呢，我们就勾起了徐晨公子的回忆啊，所以这个这一段唱呢，他是在回忆幸福的回忆当中，唱的。三记得三年前，祖母在当。三记得。这个时候他老祖母过寿的时候，曾记得三年前祖母寿诞，就这个时候他很兴奋的啊，因为他们这时候都是少年，非常年轻。车子他眼睛里面看到了车如水啊，卡云，就是人不得了，人来车往的不得了啊。车子水卡子云，家宾满园。车子水卡子云，家宾满园。这时候他突然看到了偶遇见槟榔女，轻餐娇艳。偶遇西天要排台，想上去，莫愁也一样。关上线，我想上又没敢上，就是这个心情啊。今西天要排台，我一关上线。这一段唱，他也在回忆以前。所以呢，现在大家唱的时候，把声音压了低一点，那学会以后再唱高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是莫愁唱。那一阵上风光，俏女公子。那一阵。春风吹不起，心底波澜。是春风吹不起。
心惊慌乱、哦啊、忙为避雨为水心惊慌乱、哦啊、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两人是偷看，都不敢眼睛正式的看大家，所以他唱的时候我们两人对好眼神，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是莫愁呢偷偷的看他一下，不敢正视他，而徐纯的两个眼睛死死的盯到他，他再回头一看了以后，徐纯简直看呆掉了，呀，这里呀，这个地方，这明门隐在心。梦要问前感觉到他的眼神啊，看了以后你是魂都给他勾走了，所以这种感觉的这梦要魂牵，就是慢慢的牵再把神拉回来，等于魂已经勾走了，再回过来。这明门隐在心，梦要问前。一开始他们家来拜寿的时候，还感觉到这个距离突然拉近，突然又拉远。好像又模糊了，再碰到一起，他也非常兴奋，就是把那个魂又拉回来。莫说，今日今在重相见，今日今在重相见，这比较兴奋的，岂非命中有机缘。岂非命中有机缘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一段就是说一下。一开始的时候这句白口非常重要，因为我前面本来有一段白口的，三月来先生对赵西相吧，我有许多心里话没办法跟你讲，所以今天先生去赴宴去了，所以他最后一句话，莫说，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讲啊，这个时候非常深情，我要跟你讲啊，所以把这句白口要讲好了。讲好以后，莫愁啊，我心莫负用飞一着。我这个要唱的要亮丽点，竹派的唱腔它比较高亢的洪亮，这个地方就体现了它洪亮。飞一着。一见倾心在吸气三年前，曾经在三年前祖母寿诞，车如水客如云嘉宾满园，偶遇见，这时候比较深情，偶遇见槟榔雨青苍娇艳，今夕见有盼谈，两人一冲上去，我才想跟你讲，一想我没敢上去，就这种心情，我为官上线，哎呀，我真是很后悔，当初我怎么没敢上去呢？就这种心情，所以把这一段唱的时候，你要带上表演，就是它比较丰富啊，人物的层次也就分出来了。然后是那个莫愁女呢，她这么一个一样的女孩子，她呢给她说了三年前呢，她一下子进入到这个三年前的这个状态当中了。她想三年前祖母舍得我去做寿的呀，那天我是凭栏女栏靠着栏杆在看风景，哎呀，突然有个翩翩少男，少男走过来，哎呀，想要去跟他讲话，哎呦，我觉得不好意思，那个时候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能多讲啊，不能讲。但是呢，她又想看他。
觉得好潇洒哦，风度翩翩的男孩子，我好想看他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一段唱的是那一日上风光，俏女公子，记收掉了。是春风，这个春我用了那个中转音，像春风一样的，是吧？是春风吹不起心的波澜，我看到他以后我就心里边就开花了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心的波澜忙想去看他，忙未必，就要你看这个声音啊，忙未必又想看他，欲为谁欲为谁，再用这个腔啊，欲为谁神经慌乱乱啊，把少女的那种感觉唱出来。他在那个最后一个动作，他偷偷的看我的时候，我也偷偷看他，两人一对眼神对上了以后，哎呀，把徐生的魂勾走了，呀、yeah.。这个时候来个呀，就是晕动动的，这一句唱也唱得晕乎乎的。这明眸映在心，映在我心里面的梦鸟外仙。就这感觉，就是越来越远了。突然之间梦中惊醒，冒醉，这一个不好意思，我们两个人一个对视，所以一个两个人背对背，有一个两个人他一对了以后不好意思，再跟他唱今日今在从相见，岂非命中有机缘。朝他一看，哎，今天我们既然从相见了，就说明我们俩有缘，是不是啊？又带点很调皮很俏皮的那种感觉。我们要理解他是少男少女时间的谈恋爱。现在呢，我和陶琪老师为大家示范一下这一段唱。马上我与许多心里话要带你讲啊，三年四
貌似有了。现在呢，我想问问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。老师，车如水，客似云里面的车在粤剧里面的发音，首先是北方和南方很不同，然后我听这个车字在南方它自己的发音又各有不同，到底我们在唱的时候应该是怎样，还是说怎样都可以？我这个里边的用那些车是水，错车是水，客是云，错。谢谢老师，知道了。没事。好，齐老师，就是那个忙回避又回首，那个回字，它的那个节奏，再一个就是这一句的那个气息，我们在学唱的时候老是控制的不是特别好。是的，是的。就老找不着这个技巧。技巧。嗯。那个这一句呢，是因为它是很比较急促的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按照这个完全的这个腔的那个板眼去走，有的时候就会去或者提前一点点，或者退后一点点，就凭感觉。忙未必与未首，又回首是撑开来的。忙未必回避嘛，我肯定是收，对不对？与未首，我又回首了，我又看他了。为回首的时候就要撑开来一点，就是忙未必与未首，神经慌乱乱。现在我想请两位唱两句。莫非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讲啊，莫非啊我心莫负娘非生一见倾心在三年前。他很好，但是呢他就是把两句全部当中一点都没吸气，是吧？所以呢他这唱的后面一点就没气了。这莫非我有许多心里话，就是农场心，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讲啊。还有呢，把他那洪亮的地方唱来。莫非呀我心莫负用，吸气不要忘记飞一声，你不吸气，后面你这个飞一日你就唱不出来了。就是一定要注意气息。一见倾心在，这个三字是开口音，应该是很好唱的，但是你要吸气。在三年前，也要吸气。啊，你如果不吸气，以后这个三字你放不出来，送不远了，啊，自己都能感觉到那个三字特别费劲。哎，对对对，实际上呢，你把吸气如果吸好了，这一句我相信你会唱得很好的。你再来一遍，你看看叫行不行？一见倾心在三年前。很好。还有朋友也来两句。那一声上风光巧遇公子，似春风吹发起心的波澜。那一声
对，好，你刚刚前面唱的好像是飘上去了，有点。刚才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一段以后，我感觉大家唱的还是很好的啊。主要呢，我们要掌握好这个，把握好这个徐准这个人物的性格，所以他的唱腔呢要亮丽一点，啊，要豪放一点，高亢一点，把他的年龄段控制在十七八岁，不要唱的老气横秋的，唱的比较清纯的亮丽一点。所以呢，把那这个唱词呢，要把它放出来唱，不要生。唱那个做派唱腔的时候要用气唱，但是呢也不要大家是说不用劲，用好气息，把握好人物。我想呢你们把这个气息掌握好以后，这个唱腔呢一定会唱得更好的。刚刚我觉得大家学的还是非常好的，因为竹派的唱腔比较高亢，比较亮一些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竹派唱的那个徐晨的时候，我们声音好像比较响，然后唱到莫愁的时候，我声音好像轻了一点点，我的感觉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段呢，我觉得还是要放开来一点，它是那个少女的那种情怀，这一段是最最开心，莫愁最开心的那一段，所以脑后音往前往高，声音亮一点，脆一点，就开心一点。这一段我觉得大家还是掌握的还是不错，再放开一点更好。接下来我想请在座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个大合唱好不好？好。See you.